给你。怎么会想到让小鸡帮你选号？就是我这个，我只能买那不中奖，我得找要鸡，我没要鸡的这个要死了。是不是觉得动物有灵性？我来说，我感觉这鸡要鸡都个神经啊。为啥？那整天喂的还听话。前几天有个人中了5.7亿啊。哎，那人家真行啊。你希不希望那小鸡带来的？我希望那小鸡给我带来500万吧。我准备他要送500万，我准备要雇你来了。哎，不干了，一会儿就进。啊，这就一个了。嗯。二十四。幺二。幺二。嗯。好。哎，干了干了。他打。三零。17二七，这个幺幺蓝号我自己选的，这就今天晚上准备买了啊，待会儿就去买了，希望能中呗啊，十万块。